大家好，我是 SNH48 Team FT 的李美琪，现在17岁了。我喜欢看书和弹钢琴，我喜欢指尖触碰琴键的感觉，喜欢敲击琴弦发出的声音，喜欢翻阅书，因为它们有真实的存在感，能让你心向往之。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总选，希望你们能认识我，喜欢我，我们一起加油吧。2018砥砺前行 SNH48 Group 第5届偶像年度人气总决选，我是李美琪，感谢大家为我投票。